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叔叔妈妈。今天就是因为小朋友说想吃水饺，那就简单就是炒一个配菜，然后跟水饺这样一起吃喽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那喜欢我的影片可以帮我按赞订阅，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哦。这是我平常就是购置的一些小兴趣。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